安省第三波疫情严峻，单日确诊一度超过4400例，而且连续几天每天都超过4000例，住院人数及入住深切治疗病房患者双双激增，社区感染变异病毒的个案越来越多，而患者也日益呈年轻化趋势，情况令人担忧。加国纵横星期五东岸时间晚7:55，西岸时间黄昏4:55，城市电视播出。幸福伤风素之加国纵横是由幸福伤风素赞助播出。